当初想要去申请去费扬迪，是因为我想要专精在餐饮界的某一个部分。对，那我进来大业念书呢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兴趣，因为这边呢，它会帮你分成各种领域，然后排课让你去各界都去做接触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在这当中，你就可以去找寻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那一块。那我呢，就是对烘焙有独特的爱好，然后我想要去做更进一步的学习。我是香港人，对，我主修餐旅系、辅系、英语系，对，然后很荣幸，就是很意外可以考回香港，因为3年前我有尝试过去考香港的，然后我都考不上，然后就很意外有这一次的机会，然后也可以考上去香港这样子。过去我在香港就是3年前我也是考同一科同一个系，我就是考不上。我现在也是考那个酒店管理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已经在酒店有工作过的经验，然后就蛮有兴趣的，就想要继续向这个方面去发展这样子。我有申请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院的酒店管理，然后6月底就要过去了。因为我之前有在饭店的点心房做过内场的，所以现在我想要尝试看看，就是酒店管理是比较偏外场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要学看看。我觉得学校就提供这个机会给我，很开心。然后我自己也蛮努力去读英文之类的，然后才通过雅思才有机会去的。